生关键时刻，美国印太司令在一个听证会里面讲到说，他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让中共不敢犯台。第二个就是，如果他的第一个任务不能达成的话，他会投入战争，而且呢，他会取得胜利，就代表他已经做好对中国的战争准备，而且他有把握，他可以打赢这场胜仗。而且他不但打赢这场胜仗，他不是要把中国逼回去而已，他根本要把整个中国打回解放权，要让整个中国付出非常可怕的代价。但问题是来了。现在中国也非五下阿蒙，中国也是一个军事大国。你今天一个印太司令，凭什么对中国来校正？你现在在印太这个地方，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你到底做了什么样子拉帮结派联盟的准备？我们看到今天日本的经济新闻就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天大地大的新闻。我们这样讲，美国在日本驻军，这不是新闻。如果你今天在日本驻军，你要在日本进行补给，你要在日本进行基本的维修，那都是合理的。可是现在美国跟日本他们的维修进到什么程度呢？我不但在这里驻军，我在这里补给，我甚至我的维修交给谁做？交给日本的民间公司来做，也就是日本的川崎重工、日本的三菱重工，他们都是造船重工业非常有名的厂商。现在美国居然放心说，哎，我这些的维修我要交给你做，交给你做，我要缩短我维修的时间，甚至未来很多美国造船的工作也会交给日本这些厂商、民营公司来进行，就代表军工产业的合作已经不是这是日本的自己军工产业合作，而是美国都可以跟日本的军工产业可以合作。另外就是过去韩国跟日本是世仇，所以日本的旭日旗绝对不可以进到韩国的港口。现在韩国居然都说，现在旭日旗你也可以进到韩国的港口，代表我们的历史仇恨真的可以放在一边。所以现在刚刚讲到的，现在有很多三角攻击，就是北边的美日韩，南边的美国、菲律宾跟日本，而再把澳洲加下来，现在美国真的已经在整个印太地区立下了重重的结界，而这个重重的结界已经帮中国层层包围。如果中国胆敢轻举妄动的话，这些国家真的可以介入吗？介入之后，真的要让中国付出极大的代价吗？正好刚才讲的，现在美国印太司令已经讲了，哎，如果我有两个工作，第一个是中国不能犯台，如果中国犯台的话，我要投入战争，而且我要取得胜利。你凭什么这样讲？刚刚讲，现在美日的合作，我们刚刚讲已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已经非常密切。可是按照日经新闻网来看的话，他们密切的程度比我们想象更可怕。他们居然是不但是国家的军事联盟，连军工复合体、军工产业都结合在一起了。对，这个消息呢，来自这个美国驻日大使哦，他说出来，因为他开始呢去思考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我美国的船舰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在第一岛链就近维修？因为现在美国一旦发生了，很麻烦了、啊。大型的船舰你要拆解运到后方、哦、小型的船舰你用拖的拖到后方，你怎么搞打仗都不可能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需要在地修补，对不对？我最近的距离就在关岛，可是我拖到关岛都要很久啊。对，他们现在就在跟美国去，不，美国就在跟日本去谈，跟三菱重工跟川崎重工的造船大厂来谈，说有没有可能我未来出事后，我这个就地维修啊，交给民间公司做。对，给民间公司做。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就问啊，为什么你相信三菱跟川崎重工这些民间公司呢？拍谁？我跟大家讲啊，日本这些民间公司啊，在日本都是军工复合体啊，它随时民用转军用，军用转民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哦。现在日本的很多很多军舰都是三菱重工跟川崎在做的吧，所以本来就他们就熟门熟路。对，那现在美国需求有多大？真的非常非常大。导播，我们带回来看了、哦，你看了、哦、美国现在在日本至少航空母舰一艘，两栖指挥舰一艘，飞弹驱逐舰九艘，飞弹巡洋舰三艘，两栖突击舰一艘，接着运输登陆舰两艘，船坞登陆舰一艘，扫雷舰四艘，就22艘。这还是基本 quota， 现在动不动就双航母甚至三航母跑到日本，对不对？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对于美国来说，如何让日本拥有这种维修能力？我要相信嘛，日本现在是亚洲唯一有独立可以做出航空母舰，对，跟那个所谓先进潜艇的国家嘛。如果我的航空母舰、我的两栖登陆舰、我的飞弹驱逐舰要交给你维修，就代表
我很多的机密要跟你分享了。我所有的数据，我所有系统，我所有的机密，我所有 know how， 我都要跟你日本开放嘛。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已经是美国关系跟日本关系的再进化。原本的就是互相支援，我弹药相同口径。可是问题是，连美国都不敢保证他的东西德国能修，对不对？拍摄现在美国东西日本可以修，日本可以修，而且为什么选择日本，根本不选台湾，不选菲律宾？因为日本哦，真的是超级造船大国啊，而美国现在逐渐萎缩啊，你知道吗？现在有统计哦，美国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伯克级的军舰哦，维修平均 delay 26天呐、啊，哎、欸，这是很夸张，因为这个工期又不工，这不是画 parking 嘛，它一定都是有固定的工期嘛。可是问题是哦，现在就是说，一艘船进去，假设要一个月，它就是一个月二十六天，就是 delay 二十六天，那平均 delay。所以它的维修能量在萎缩当中，那日本没有吗？我看，我先讲，美国在萎缩，对不对？它萎缩的原因是原本在柯林顿时期，美国有十艘大的船坞是可以做大型军舰的，现在只剩六艘啊，因为用不到成兵时期嘛，船坞少了六，对，船坞少，所以可是问题是哦，日本哦非常非常强。我们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谈日本在做它的最上级的巡防舰嘛，对不对？哎、欸，什么熊野号什么都来了，对对，一年造四艘，两年造六艘、啊。哎、欸，我们搞国建国造搞多久？日本是说做就做，而且日本的包含苍龙级的潜舰都是随时改朝换代的，所以日本一直保持着这么大型的能量。为什么？因为他们川崎跟三菱不是只做军火生意吗？美国那些原本船坞只做军火生意。哎，军火没打仗就没得做了。对，我打中东嘛，我跟塔利班打，我不需要船舰。就我说，跟日本没有差别，他本来就做全世界重型游轮的生意。而且你仔细看日本各式各样的港口，包含佐世保的大型船坞，那真的很宏伟啊。再加上你知道吗？日本还有目前全世界哦最大的这个起重机，250吨的起重机。你说这个是日本的船坞？这是它最大的起重机，对，可以200多吨，250吨起重机。但我讲到起重机，观众朋友，尤其是关键时刻，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要调到台中的那个起重机， 对， 对，台中的起重机多少吨？3吨，这个三吨，对，这个250吨，这250吨，这很夸张啊！就这个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是那种那时候在二战时期留下来的、啊，对，所以那个时候起重机哦是真的非常非常夸张，而且我现在才知道。佐世保是大和舰的基地耶，对，所以说这个起重机可能是当时去吊那个大和号，都把它吊起来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么好的伙伴，我当然要使用嘛。我在所谓的这个训练，在所谓的维修后勤部分，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美国在日本盟友这个佐世保基地嘛。天哪，哎，日本已经非军事化了，在日本非军事化的状况下，他竟然已经保留哎他的军港、他的维修、他的船坞。还是世界第一，因为日本一直梦想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非军事化回归正常化。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包含三菱、川崎这些，包括过去哦，原本做军事的转成民用，说政府也大力支持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已经存活下来了。所以日本变成是少数有这个民间企业哦，有过造航空母舰经验的嘛。对，所以现在日本转型非常非常快。另外一件事，因为我们过去讲打仗讲太多什么船坚炮利，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打仗打什么，打后勤、打维修、打训练。这次俄乌战争不是武器的问题哦，是一边后勤补给，一边在训练，对不对？日本此时此刻也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训练基地之一啊。如果状况是这样子哦，日本哦，你可以想象，大家可以观众朋友可以猜猜看，日本到底有几个美军基地啊？几个？大家可以想5个、10个、20个，对不对？对，131个，很夸张啊！美国在日本有131个训练基地，对，一百个基地不是训练基地，对，包含佐世保空军基地这种算一个哦，对不对？所以很大很大啦。好，那这个呢也是有人说只有量，对不对？没有。的量跟值都兼具哦，50个最大海外基地，也就是美军呢，其中18个在日本啊，日本非常非常大。但是像这种基地里面，不是只有驻军哦，我们不谈驻军，我们现在谈的是后勤跟训练。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叫做汉森营哦，汉森营在这个冲绳中部哦，里面有6000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这里面。就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汉森营，这都是美军，对，是在冲绳，对。美军在汉森营里面干嘛呢？他们来做所谓的海军陆战的训练哦，所以很多是菜皮巴过来这边特别训练的哦。
然后训练的里面呢，有包含的这个超过100栋的建筑物，就是去做各式战场模拟的哦。而且你知道里面连什么都有，连军事监狱都有啊。比如说那种冲绳酒驾什么，全部抓到这边，汉森营全间都有，军事监狱都有。好，那除了汉森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跟大家介绍，叫做冈萨维斯营哦。冈萨维斯营，我先跟大家讲，它在这个冲绳的中部有大概27平方公里的丛林，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对，冈萨维斯营哦。这个东西呢，美军在这边训练丛林作战，打越战时候的美军哦，先来过这边再去越南啦，都要在这边深圳熟悉所谓的丛林作战。这些都是美军，对，都是金发碧眼，哇，或者有是黄皮肤的，他们是在日本受训练，日本受训，在日本受训，就是说，你看，因为他在日本找，因为日本很难得有这种丛林地形，找到把它圈起来，27平方公里的丛林哦，27平方公里没有听错，非常非常大的丛林，然后所有美军在这里看，全部是金发碧眼，对不对？然后在这边去做受训，所以你看日本对于美国有多重要。我日本跟美国，你看是军事上的支持，是经济上的支持，是后勤上的支持，是维修的支持。难怪他这么放心日本，难怪他放心日本不会叛变。我的军队就在你的心脏里面，连训练都是靠日本嘛，对不对？那军队就在日本心脏里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美国可以那么信任日本，或者说完全不怕日本叛变？现在保守估计啊，131个驻日的美军基地有5.5万的美军呐、啊，那这5.5万是可以随时发动一个夺权战争。对，可反过来说，日本愿意让那么多美军放在我的国土里面，其实展现的也是跟美军的100%开放嘛。对，所以你不用怀疑我。所以美国跟日本两国的这种感情或是坚定的互信哦，是很难以想象的。而且你同样现在看，他什么基地都有，海军基地有。陆军丛林基地有，现在这个空军基地都有。我们现在看这是普天间的基地啊，普天间基地有什么大量的 F-35 跟大量鱼鹰直升机嘛，对不对？鱼鹰机啦，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个 F-35 是做什么？做这个短场起降嘛，它是做这个日本的这个闪电航母去做起降的。那鱼鹰机呢，也是做两栖登陆之用嘛。所以你看，日本跟美国现在互动成这样，维修靠日本啊，训练靠日本啊，后勤靠日本啊。驻地靠日本，甚至连经济科技都靠日本，美日的同盟牢不可破。好，因为现在还有个你说那是非常重要的讯息是，韩国跟日本以前关系非常的紧张，有一段时间还把军事互信机制给拿掉。现在虽然尹锡悦上台之后说，你不要为了100年前的事情下跪道歉，我不接受。两边关系好，可是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说你的日本的旭日旗，就是日本的军旗，你竟然可以进到了韩国的港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日韩两个军事的部队，就真的结合在一起。如果日本跟韩国两个部队真的完全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冲着中国而来了。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旭日旗哦，它有一段历史。以往在二战的时候，它是日本的军旗，没有错。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队旗。我要强调，它是队旗，队旗它不是国旗，它是队旗。所以照道理讲啊，军舰你其实可以挂国旗，不一定要挂队旗。当然，你队旗要挂不挂随便你，但是一定要挂你的国籍的国旗就是了。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挂日本的一个白色的布，然后里面一个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太阳旗哦，但是为什么会挂这个旭日旗呢？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哦，因为它变成说现在岸田文雄跟尹锡悦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讲的话，是一个象征意义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哦。怎么讲呢？如果说我挂一个旭日旗，如果你尹锡悦都愿意让我进来的话，那就代表说你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觉得那叫有点歃血为盟的感觉。以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奥运来讲的话，曾经有被禁止说希望能够日本方面不要去拿什么旭日旗进到会场去哦。那像这一种来讲的话，就是体育赛事当中去禁止。但是如果像这种军舰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你用了你的队旗，然后刻意的升起来的话，那代表说，尹锡悦同意了让你进来，那就代表尹锡悦是真的跟岸田文雄是真的要歃血为盟，是因为不顾国内的反对。你看到那个何雪，你看那张照片，对，看到右上角这个
韩国的民众对旭日旗也好，或是慰安妇的议题也好，你知道我们曾经在韩国的时候，曾经看到那个韩国多粗暴，他们对于这种日本过往统治的情况之下，然后他其实比中国还更粗暴啊，比韩国来讲他的民族性的原因，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政府哦，而且现在很多人跳出来批评说尹锡悦到底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在骂这件事情。但是尹锡悦要担当，尹锡悦这样做在韩国内部有很大的反弹，有很大的反弹，那他必须要有肩膀，政治肩膀去担负这样子一个压力嘛？那如果你这个压力都扛不住的话，你怎么扛得住所谓的美日同盟底下之间，或是美日韩同盟底下之间，国内他韩国国内有任何反对的声浪？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也是西方国家在测试尹锡悦，你到底是投机取巧的来亲美或是亲日，还是你真的有心？如果你能够挡得住你国内的特别压力来讲的话，那我就认为是玩真的。如果是玩真的话，对，玩真的话，那接下来岸田文雄跟他就有好玩的事情出现。就接下来岸田文雄会给他一些相关的东西。好，那另外刚刚讲的，我都没有想到说，现在你在两个国家军事同盟已经不得了了。你光这个等于说你的军事互信机制，或者是你军事的 coding 是用一样的，那不得了了。现在美军对日本信任到，我的战舰、我的船舰，甚至我的飞机，我可以利用你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来进行维修。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如果可以维修的话，就代表我很多船舰跟飞机的军事机密你是可以分享的了。对，而且是属于规格化的概念嘛。那如果说川崎跟这个三菱重工都可以拿到相关的这个数据来讲，我相信他们对未来日本的军工产业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他不只是维修日本的军工，他也可以帮忙协助维修美国军工。那代表说整个美日来讲的话，它是一体的概念哦。所以对日本来讲的话，它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也一样取得美国的信任，而且现在我们。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日本的捆龙锁以及日本所谓的正常化国家关系、国家化的这个地位来讲的话，都是这一任岸田文雄他极力要完成的。所以他不得不，你看到 G7 七大工业国，他宁愿去得罪中国，还有他游走各国都在做一件事情，还有所谓的 RIA， 就所谓的军事准入协定，这些都是岸田文雄在布局全球的一场棋啊。所以如果说他连在产业部分都可以拿到美国的这样的信任来讲的话，对日本未来发展是有帮助的。好，小伟，另外就聊的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他在一个公听会里面讲说，我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防止中国入侵台湾的战争发生，如果我的第一个任务没有达成，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准备好作战，而且我要取得胜利，就代表哎，我已经备战了，就代表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校正，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作为。他凭什么这样做？他准备好了吗？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校正，他呢，军人来讲就一定是要对最坏的状况做最好的准备，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太平洋地区大陆要发动这个统一战争，那对美国来说，美国就是要全力阻止嘛。那美国要全力阻止的话，他凭什么？因为其实以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来说的话，阿基里洛他就是太平洋印太指挥部，他是最高的这个负责人。他底下有哪些那个单位呢？很重要是太平洋海军，也就是太平洋舰队，还有太平洋空军啊，跟太平洋陆军。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空军基本上它的行动力就包含了整个太平洋地区，甚至包含印度洋。那这时候它其实主要依靠的，像以太平洋舰队来说，太平洋舰队它底下就有五艘航空母舰呢、啊。五艘航空母舰有一艘前进部署到日本，五艘，对，而且五艘是随时可以作战的，包含像尼米兹号最近在台海，然后前一阵子刚去佐世保的，另外卡尔文森号最近正在前来西太平洋，要准备跟那个尼米兹号进行防务轮地的，然后罗斯福号，然后还包含林肯号，去年那个环太平洋演习的，还有在常驻日本的雷根号刚完成大修，准备要去澳洲进行演习的，那这个航空母舰一共有五艘。其实像之前阿基里诺手上管五个航空母舰群，对，没错。而且当初这个尼米兹号来这个西太平洋巡弋的时候，大陆的那个一些这个军事一些军事王主说，哎呀，这个尼米兹号很旧啦，全美国最旧的航空母舰啦，1975年开始服役的，我们的福建号多新，我们的山东号多新。但是说真的，航空母舰的那个战力不是看你几年下水的，几年这个服役的，而是看它上面的舰载机。对，以舰载机来说，它现在在太平洋地区有五艘航空母舰，五个舰载机连队，每一个舰载机有四个超级大黄蜂中队，或是现在之中已经有两个被 F-35C 给汰换了。像比如说马上要来西太平洋的卡尔文森号，上面就带了一个 F-35C 的中队。那另外其实还包含有那个电站功能超强的 EA-18G， 还有包含像预警机 E-2D 等等，还有包含反潜直升机。虽然说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这个上面的飞机的数量比过去要少。大概呢，以前有90架，现在大概只要70几架，但是因为效能不一样啊。以前我今天我要炸一个目标，我可能炸一座桥，我要一个中队飞机去还炸不到。现在我一架飞机就绝对可以把你这个桥给炸毁。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不需要那么多飞机嘛？对，我只要有那个飞机能够达成我这个战场效果就好。再加上其实这些航空母舰本身呢，它除了自己能够搭载这样一个舰载机联队之外，它另外还带了非常多的这样护卫舰，像比如说你看，在日本就那个有将近十来艘的神盾舰，那个你如果说今天你跑去横须贺军港，是，然后搭个这个油港船到美军的这个横须贺军港前面绕一圈，你就可以数今天有多少艘美国的神盾舰在港。其实啊，不只有在那个日本有神盾舰，你说在整个美国，它神盾舰更多。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太平洋海军之外，对不对？太平洋海军其实另外还有个最厉害的前舰部队，像上个礼拜他呢公布了一组照片，那个美国的那个缅因号，对，然后呢跑出来干嘛呢？当然，那主要是要威慑那个俄罗斯啊，就在菲律宾海跑出来了。对，菲律宾海其实你知道，它那个距离哈，大概我记那个估算，就离哈那个冲绳哈，也就是那个琉球群岛，大概差不多直升机飞哈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距离，也就是说，其实就在哈琉球周边的这样一个海域。所以它的超级海总码就在琉球起飞，然后对这个缅因号进行补给。对，没错，距离这么短，然后美国人就在这边把实力拿给你看。那更不要讲太平洋空军，太平洋空军在阿拉斯加有一个完整的 F 二十二联队，在夏威夷有一个 F 二十二中队。那现在他们这个中队，那这些的 F 二十二战机呢，他们现在轮流的轮替会进驻到日本的这个加索纳基地，因为加索纳 F 十五要开始渐渐的这个汰换新的。那甚至你说岩国基地呢？岩国基地有包含美国陆战队的 F 三十五 B， 还有包含了那个各种的鱼鹰机等等，它可以啊搭配到美军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它真的需要面对最坏的状况，这时候它其实可以动用到至少这五艘航空母舰中至少三到四艘，然后日本基地的这个所有的战机，还包含我们刚刚讲从阿拉斯加，然后从这个夏威夷前进部署的战机之外，甚至于还可以动用到美国本土的战机来跨区增援到这个区域。所以对那个美国的这个太平洋指挥部指挥官来讲，他其实可以说是啊，大概以美国现在武器库来讲，因为过去美国的重心在中东，对，但现在中那个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了这个太平洋地区。另外刚刚讲的，现在不是说我自己的军力很厉害，刚刚讲的美国韩国跟日本已经结合了，所以我们讲在北边有一个美国、日本、韩国，我现在在中间有一个台湾，当然台湾因为政治关系的关系，我没有把它加入。南边美国、日本、菲律宾又一个三角，然后呢再往南就是美国、日本还有澳洲，它是层层叠叠的。等于说环环相扣的，就对着中国的吗？其实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些那个它的伙伴国里面来说，我个人认为对美国哈，就是说服从性最高的，也就是完全依照美国的在印太战略啊，在那个我进行哈那个协助的，基本上是日本还有那个澳洲。因为其实日本跟澳洲这两个国家加总在一起，你说以日本来说的话，它除了拥有这个它自己本身的这个跟啊驻日美军之外，还有包含其实哈那个日本有非常大的一个那个它的那个自卫队，它的航空自卫队也是有 F 三十五的，也是有这个 F 十五的，对不对？海上自卫队，它的海上自卫队现在有八艘神盾舰，然后另外还有一大票的这个包含过去的什么春雨级啦、高波啦，到现在什么秋月啦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作战舰艇。它现在最新的最上级已经六艘下水了。对，而且那个日本整体来讲，它的国防工业的这个潜力非常大，可以支持它整个。而且日本最重要的是它经济够强，因为你如果经济够强的话，才养得起这么多军队。军队基本上是一个全然投资嘛，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生产事业单位，对不对？所以能够养这么多的这个军队，基本上来说，它在这个区里面讲，能帮助美国最大的就是日本，那澳洲次之。但其实澳洲来说，由于靠它这个天然资源，它也拥有一个相当良好的国防预算，甚至未来你看美国还要跟澳洲联合建造新的这个那个核动力潜舰，让澳洲的核动力潜舰未来呢也可以再包含像南海、印度洋等等，协助美国在这个区域之中执行它的这种海上封锁任务。好，所以董事长，你刚才讲今天阿基里诺他讲的话底气何在？底气真是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布阵完了。本来以为说只是滨海作战团，没有，它是层层交错的。我最意外的是，你现在美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军工复合体居然可以结合在一起。我不是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谈的是数量的对比啦。其实一旦交火的时候，因为他解放军如果打的时候就考虑到你美军会过来嘛，那你进不了西，让你离不没有办法离开你的第二岛链的日军的基地嘛，那你没有办法进入西太平洋嘛。那看听他的口气来讲的话，好像那个好像不是问题啊。好像解放军讲这些，你都不能给他信道嘛。那他为什么？你刚刚讲的很对啊，他这个司令有什么底气呢？对，他有什么想法？说我根本就不甩你，就是你这样打起来，你不敢打第一个。战争变幻莫测，你怎么敢讲的这么斩钉截铁呢？是啊，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被灌输的观念里面就知道，
解放军有空优啊，有飞弹，有飞弹，它可以过饱和攻击，它可以封锁台湾嘛？不是在前几个月，我前几个礼拜，他不是做了一次的封锁演习，还做了一些动画图，然后画给我们看，他在我们的台湾的外海，在我们公海部分，包括我们的中线部分，他可以用密集的这个飞弹跟炮火攻击，而且他现在的飞弹，他现在的火箭炮的射击的射程已经可以到400公里了嘛？直接穿过台湾海峡，可以，就是类似他的海马式的，他的海马式可以已经可以打到台湾了嘛？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到的问题啊。那这个结果，这个老哥现在告诉你说，黑龙不稳定，我告诉你，我能够弄你。那他能弄他的时候，他一定有某些具体的战力跟作战的具体的参数证据，让习近平知道说你不敢动手嘛，这个才会有意义嘛。到美国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在纽约一个讨论会里面，别人问他整个印太的状况，他居然怎么讲？他说我有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要防止等于说中国入侵台湾这个冲突发生。但是第二个什么？如果我的第一个没有达成，就是我没有防止这个冲突，我就已经做好战争准备。我不但做好战争准备，而且我会赢，就代表什么？第一个，你中国不要跟我打。你中国如果要打的话，我就会打，而且我不但会打，我还会打赢。哎，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讲，这个阿基里诺真的是蛮厉害啊，他放狠话，而且这个狠话会被留到什么？留在美国的听证会上面啊。因为呢，这是美国之音来报的，阿基里诺礼拜二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讨论会哦。在讨论会里面，阿基里诺直接讲白说，我的长官只给我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啦，去吓一下中国，吓到他不要打啊，我们就一直武装嘛，那中国不敢打，大家皆大欢喜。但如果中国不买单的话，我就要打，而且会打到赢，他取得胜利啊！欸、他讲白了，中国不是我对手，非常不是啊！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对手，可是大家所谓的弃台论在谈什么？他老美会被打嘛？对不对？现在印太司令直接跟你讲，我就是会打，我会打，而且会打到赢，而且呢，他还在里面警告习近平说，这个战争哦，不会是像俄乌战争一样，不会像普丁以为的俄乌战争一样，几天就结束。会打一大段时间，而且呢，你只要敢打，国际社会会团结起来，会一起来制裁你，一起来攻击你。他在威胁习近平吗？对，所以说非常非常狠的、啊。所以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确实哦，很多人都真的哇，你真的是下定决心。把所有弃台论都打脸了嘛？可他哪来的底气讲说，我如果要打，我就会打赢嘞？原因是所有的包围网已经包围网，包围网好了。对，没有错，他的美日韩包围网、美日非包围网，还有美非澳的包围网，三个金三角都已经包围网了嘛？对，美日韩我不用讲了嘛，韩国在选举选过后直接靠到美国队，然后呢，美日非啊，这也不用讲嘛，对不对？菲律宾现在靠到美国队。澳洲本来就美国队，所以美菲澳这样的三角，就是在整个第一岛链。对，你看，你说层层交织的。对，这边有一个三角哦，然后这下面有个三角，然后到澳洲这边再有个三角，所以这是好几层的。所以第一岛链的包围网，坦白讲已经完成了。而且呢，美国除了在这包围网做包围之外，在这个第一岛链它还干嘛？还搭起了核保护伞呐。这个核保护伞是什么？他们说美国跟日韩都有协议，如果这两个国家被攻击，尤其是核攻击的话，美国会用核子弹打回去吗？更夸张是，有记者跑去问吴钊燮说：“吴钊燮部长有没有跟台湾谈过？”吴钊燮说：“台湾有没有在核保护伞底下？”然后吴钊燮有谈过，但是细节不能跟你讲，不可能说不要嘛。跟台湾谈过核保护伞？吴钊燮说有谈过，但是细节不能讲。可是很简单，我美国问：“台湾我要拉个保护伞，你要不要在里面？”我不可能说不要嘛，对吧？说不要，我淋雨，不可能嘛。那整个核保护伞在第一岛链已经完全撑起来了。另外，对于美国来说，我打仗，我打的不是战争，打的是后勤嘛，对不对？俄乌战争就知道拼气场嘛。美国现在在思考，如果打起仗来，我的军舰如果坏掉，我要拖回关岛修吗？我不可能在关岛修嘛。所以现在美国跟所谓的三菱跟川崎啊，干嘛签约啊？因为日本的三菱跟川崎本来就是日本最好的造船厂，对不对？现在日本所有军舰都他们做，现在美国跟三菱跟川崎签约，未来打仗。超过20款以上的军舰在这边日本可以就地维修，那 F-16 在哪里修？在台湾维修嘛，对不对？那这个就地维修，就地维修嘛，所以这个交织的已经是完成了嘛，就是到底在哪里后勤，哪里保障，哪里这个维修
都已经有了嘛，对不对？然后呢，现在美国第七舰队其实一直不是完全体啊。什么叫完全体？美国第七舰有一艘航空母舰一直在大修，叫做乔治华盛顿号。乔治华盛顿号现在维修了六年了，这六年是什么？是大升级。因为一艘航母的这个寿命大概是50年左右，所以它不会每一年都修嘛。它这个它是中期的时候会做一次大改款，你的燃料棒会重弄，你的系统会重改，然后你的所有界面变成数位，就是会全部重弄。乔治华盛顿号做了6年哦，现在终于已经完成了。他要回到第七舰队，对，2024年会移到横须贺啊，来日本这边去做进驻。换句话说，美军也在抢时间啊，抢什么时间？我要在中国动手之前，我的第七舰队所有的成员要用最好的状态来面对你中国的打仗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乔治华盛顿号的布局哦，也 OK 了。那另外呢，因为呢目标是中国，对不对？老美在打仗，他会100%模拟很多对手的状况嘛。过去我们常常讲，美国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他会先去做所谓的假想敌中队。那个假想敌中队，那个俄罗斯的假想敌中队是早餐吃俄式早餐，起床号用俄国的起床号，那对话也是用俄文。然后呢，我说战术、战技、武器全部是俄文，他们100%模仿嘛，对不对？现在美国也成立了中国的假想敌中队啊。这个假想敌中队，假想敌中队完全以中国为主。对，这个假想敌中队很厉害啊，它是所谓的 F-16C 跟 F-35A 来做假想敌啊。F-16C 去模拟歼20哦，你看多不给中国面，中国一直觉得歼20是这个第五代战机，对不对？拍摄用4.5代来模拟，然后呢 F-35A 去模拟歼31哦，他就认为歼31可能有第五代战机的可能，所以你看、哦、美国是用最高规格去模拟哦，那未来这些所谓假想敌中队就是以中国的指令、中国 的战术来去做模拟嘛，所以对于中美国来说，我几乎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了，所以现在这个美国印太司令，我觉得他说两个任务：一，防止冲突发生；二，如果冲突发生了，我要保证战斗，而且打到赢，确实是有机会的。好，所以董事长你讲，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在这个讨论会里面，我只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防止冲突的发生，如果第一个没有达成，我就要投入战斗，而且我会取得胜利。你说这个是被放的，这是美国军方要他放出来的，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最后的警告。这个话哈是战略层次的发言了哈。其实现在刚好给台湾的政客跟台湾总统候选人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因为我们那个总统候选人三个人，但两个人都在讲说台湾要备战而不求战。现在刚好这句话，他就告诉你我是在备战，然后备战不成的话，备战不成的话，我也应战。但你要看到他那句话，你重新再拿翻来那句话，我们把那个话来解读一下。你看他第一个，他防止这场入侵台湾的冲突的发生。好，那问题他怎么防止？吓，威吓。他一定是他的威吓力的，他的威吓力要能够展现出来，而更重要的，要让习近平相信他的威吓力是有力量的。对。所以他不但给你看到，而且要你相信他这个是事实。那他怎么展现？我的俄亥俄也来了，我的航空母舰也来了。那都是我们看到的。还有，那都是我们看到的，还有我们大部分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他有把握，我这个威吓力是你看得懂，让你看得到。然后呢，我一旦开始发动，你一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你立刻你会被碰到我第二轮的我要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对，就是说他的备战能力跟他的备战的细节。他通通都已经让对方知道了，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军事对军事有很多机密的东西，它可能是卫星的东西，可能是雷达的东西，可能平常很多小的东西，平常的对阵。我们在台湾看到都是说，哎呦，现在中共现在解放军的飞机飞到我们西南空域，能飞多少？那个老美根本你看到没有，连干扰都不干扰，理都不理你，为什么不理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打仗他不存在。打仗不会存在，不可能飞过来，就算被打掉了嘛。你要飞西南空域，飞个鬼头啊！他一定有别的方法对付他。对，所以今天这个印太司令，这个阿基里诺，他在公开在这个论坛上放这个话的同时，其实他们在行为上或在行动上，已经不断的每一次重复的，不是用口说的。他是用军事演习的方法，他用各种资讯的方法，让解放军知道你必败，对，然后你要确信你会被我打败，
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让解放军知道他一定会败的话，解放军会不会冒险？会蠢动，会嘛？所以他一定要让取得习近平的信任，必败的信任这个事情，他才不敢冒险。对，这是他第一任务。对，第一任务，他要那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细节，所以我刚刚讲的备战这件事情，其实是配合的军事的作为跟演习各种的各种中间互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你知道你完全没有机会，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敌方相信你，敌方确信你的能力是存在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我们看不懂。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失败了，因为你会不相信，还是硬搞，对，那我一定把你搞掉。他说我就做好战斗准备，而且取得胜利。对，他就是，但是跟你干了嘛。那第二件事情哈，在全世界来看，美军的话哈，你不要怀疑啦，因为美军是全世界最会打仗的、最爱打仗的部队，他们最爱打。所以我刚才讲的第一件事情是最重要，就是美军用他的威吓力完成了他的备战的能力，然后更重要的是取得习近平的信任，让你不敢动，让你没有根本不敢动的可能性，从念头上都把它丧失掉，这才是备战的定义，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所以我们因为当赖清德当我们的柯文哲这些总统候选人在谈备战两个字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印太司令的这一段话作为详细的叙述，才能够完整的让台湾的国民了解。对，哦，是因为他有看到这些东西，不敢动了。对，这才有意义的备战，否则变成口号式的发言。而且他还讲说，这个战争不会像俄乌，不会像普丁认为的这个像俄乌战争一下就结束掉，他会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是你在台湾没完没了，还是你在中国没完没了？我现在讲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目前西方就北约，美国为首的北约要准备对俄罗斯的战场上的最后的终极目标，他们的战略 目标设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们要设定到要全面性的胜利，然后要让俄罗斯无核化，要把俄罗斯的核弹全部把它一次把它解决掉，让你丧失发动核战的能力。对，这是这现在目前最新的目标。啊，那如果说相同的逻辑的话，他会对中国一样啊，你要敢打，我一定打到这个结果才有意义啊。否则的话，你随时可以拿这个反扑，你用核威胁，你用核威慑嘛，核威慑永远存在的话，你就会蠢动嘛。他现在说一个最后的结果，把你的核威慑彻底解除掉，你根本没有威胁欧洲的能力嘛。对，这是最根本解决，他不达到根本解决的话，他发动战争没有意义啊，他去应战花那么多钱根本没有意义啊。对，所以他目前对俄罗斯的这个例子，他要提到俄乌战争嘛，他就跟你讲，如果你打了结果的话，我会把你打到什么程度，否则我也不会停的，因为这不是说不是中方的解放军的意愿问题啊，是我一旦应战的话，我不达到我的战略目标的话，我们这个作战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嘛。所以这是对大国战争的一个终极目标的设定问题，所以他在里面交代的有引用俄乌战争是有意义的事。好，所以廷尉刚才讲的，现在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讲这个话，真的像吴董所说的，他第一个是威吓，让你不敢轻举妄动，连作战的念头都没有。你敢轻举妄动，哎，我不是说只把你打回去，我要把你打回解放前。而且现在美国还做一件事情，他已经在坚壁清野，他在清理哪里？他在清理关岛，清理关岛才发现中国已经偷偷进来了。对，因为美国从俄乌战争当中发现到，其实俄罗斯要发动攻击之前，他都是会先破坏，用网络系统的方式破坏对方的所有的相关，包含基础设施啊、电力系统啊、电信系统啊、银行系统、金融系统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网络电子战。对，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美国正在做一件事，是开始扫除、清除他自己的目前来讲，包含整个太平洋地区，因为阿基里诺他本来就是印太司令的这样的一个总指挥官嘛，那包含前线来讲有关岛，然后后面来讲的话，包含在加州第三舰队的所在地，所有地方全部包含美国的所有政府机构都在清扫所有的电子系统当中、资讯系统当中有没有存在中国的骇客，或是存在中国的相关的间谍系统在里面存在。而且结果他们现在是找微软帮他们清理，是微软帮他们解毒啊，因为
变成在很多的代码或是密码，很多东西非常专业的东西哦。后来竟然在关岛发现了所谓的代号是福特台风的这样的一个代号。福特台风，福特台风来讲的话，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来讲都是中共的情报系统，而且是他们发现到这个东西背后是由中国政府所支持的团体来进行的发动的，而且他常常是潜藏在里面了。但这些东西呢，专门针对哪些呢？他发现到说，在通信系统、天然气系统、电力系统，还有基础设施系统上面都有发现到他们的踪迹存在，但是就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仅仅只在关岛，因为它可能要收集相关的港口数据，是整个太平洋的，它可能会透过关岛跑到夏威夷或是跑到其他地方去，那这些东西又跟五眼联盟的这个情报系统又有关系的，所以现在来讲非常棘手的原因哦，因为这个事情被纽约时报所披露出来的原因，主要是让中国已经在关岛放了木马城市，或者放了蠕虫，反正我就已经放了暗桩，这个暗桩叫做福特风暴，它是随时在战争的时候，我要让整个关岛全面停止的。是，那包含这个所有的军事机密，因为你知道所有港口的相关的设施，还有相关的这个指挥体系来讲的话，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海军嘛、空军嘛这些东西。那这些透过关岛再拓展到其他地方，所以它不是只有针对关岛。那拓展到其他地方去，其实最大的目的，《纽约时报》讲说是针对台湾来的。那为什么是针对台湾？因为你必须要把后面破坏掉之后，让美国没办法去驰援台湾嘛。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现在来讲，他认为中共都已经早就在很多美国的机构在潜伏在里面，透过骇客系统，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系统，然后呢来适时的去窃取美国的相关的情报资讯，然后因为他们认为说中共的做法跟这个俄罗斯不太一样哦，他讲得非常清楚哦，他说中共的做法就是收集情报、了解、判定情势之后才会真正的动手，但是俄罗斯是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动手，然后所以他们说两边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中国来讲的话，就是在所有的太平洋相关机构，所以阿基里诺其实都在做一个动作，叫做威吓中国，说我发现到你了。其实像这种讯息来讲，也是刻意发布出来，告诉中国说北部抓到了，中国抓到你不要再轻举妄动。你在我做什么事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也就找微软来帮忙解读，然后所有东西都，而且它不是只有微软，是微软加上美国的情报系统一起在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显然也是在警告中国说我已经抓到。你在我这边放什么？木马城市后门城市等等之类，不管是做这些，再加上最近很多的事情，包含商务部长是不是跟他们的一些这个交流的关系，事实上都很多受挫哦。所以现在显然来讲的话，中美关系还是停留在那个停滞的阶段。总该讲的是，今天超级中马竟然进行运补，进行运补竟然干嘛去补给俄亥俄的免疫舰？你说这个太挑衅了，对，这个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你说尼米兹、雷根号。这个是明的，我有两艘航空母舰，我压着你打。对，可是暗中我有个更可怕的灭国神器，就在中国的家门口。而且这次的 G7 的会议里面来说，其实结论很简单，就是对中国他下了一个结界。什么结界呢？结界。他们说反对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的状况。如果中国有任何作为的时候，美国跟所有 G7 的国家不会坐视不理嘛？所以简单，你中国真的敢打的话，美国或是G7的国家会有所回应。所以台湾问题不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是两岸问题，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对，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没在跟你客气，要秀秀马手给你看嘛，好。所以我们看这一次 G7 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说，中国也知道你要开始 G7， 你拜登要来，他在 G7 开会之前，他先绕了日本一周，但是呢，绕完他就赶快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两台航空母舰来了，第一个。恒须贺来到的这个雷根号来到了恒须贺，再就是尼米兹号来到了佐世保。我们知道佐世保就是控制，为什么佐世保非常重要？宝姐，那佐世保是东乡平八郎他盖了一个这个城，东乡平八郎，对，他盖了港口。为什么他选这个地方？第一个，他是可以扼住整个中国的这个黄海和东海的一个状况。你看。上海其实距离它非常非常近，所以它整个出海之后，它大概可以控制整个中国的半边了。所以说打赢日俄海战的东乡平八郎。对，所以这两个航空母舰的灭国神器在这个地方，那你更不用讲，美国很刻意哦，他在 G7 开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这个所谓的免疫号的这个俄亥俄级的这个航空这个所谓潜水艇呢，它航行到了菲律宾海这边，那呢，跟我们这个超级海中马的 CH-53E 呢进行一个运补，他还可以公布这个照片，还可以公布影片，就在 G7 开会的第一天，所以告诉你什么？因为他这次之前就已经运不完，但是他刻意在这个时候公布，那告诉你什么？缅因号它是灭国神器，它可以搭载核子武器的，它有战斧巡弋飞弹可以搭载核弹头了。它现在来到这个地方，而且为什么很紧张？
保家，他4月18号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吗？美国、日本跟韩国的这个相关的海军呢，他们在这个地方校阅过缅因号之后，他现在已经来到了菲律宾海这个地方，而且他告诉你什么？我根本不需要港口，我不要停任何港口，不用停泊，我可以在空中直接运补之后，我在什么地方，你永远抓不到我的一个星星。而且，所以你就讲，这要从4月18号，刚刚讲，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跟南海海军的潜艇指挥官，对，三方面同时出现的这个潜舰，对。就是缅因号，对，没错，他们在4月18号视察的就是缅因号。我们不是讲吗？他们还让这个韩国的这个将领呢去操作了这个缅因号，所以那事实上这个代表了什么？美日还有这个韩国同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指标嘛。好，那我们就讲《华盛顿宣言》是说2I2级的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嘛？可以到了。那现在海港，现在他离开了这个关岛之后，就往菲律宾海前进。哎，难道他真的就要去镇海港了吗？他要来了吗？好，所以就讲嘛。事实上，在G7开会那一天，美国海军就发了个文章，就是说5月9号，他事实上是5月9号，他们接受一个运补的这个状况。好，那这个运补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如果你去看美国公布的这个照片跟相关的影片的时候，这一台这个超级海中嘛，它是从普天间基地起飞，从琉球来的，对，从琉球来的，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飞到这个地方跟这个缅因号两个进行一个运补。运补的过程，美国只公布了一系列的影片，这个影片里面说什么？这个海中马呢，给了他一个黑色的箱子。黑色的箱子来说，美国说这里面装的是子弹，就是说我们装的是相关的武器跟弹药。然后还拿了另外一个箱子回去给他。美国只有公布这一段，但是其他在做什么，他其实没跟你讲。但是告诉你，你看美国的这个指挥官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种垂直的运补可以使我们快速获得补给啊，这样使得我们持续的想伤害美国本土的这个对手保持威吓。简单的来说，我在什么地方，我随时可以补给，我根本不需要。我们知道美国的核子动力潜艇是下去之后，他如果不整补，他是根本不会上来，他是上来跟你看说，我今晚让你家，你多大的矿你被他弄啊？所以这显然恫吓的意味是相当剧烈。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你要抓这个潜艇，你要把从港口抓，为什么现在？美国对于三峡港这么注意，因为中国的潜艇你要进出，你要从三峡港，所以三峡港其实所有的路线都被美国吸引，这边也台湾摸得清清楚楚。现在缅因告诉你，我根本不用回港口，我在大海可以进行补给。对，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我们知道美国最近不是说吗？中国掌握了全世界非常多港口的资料，他也是想要中国想要干嘛？他想要知道你整补的讯号嘛？你在哪里买了什么东西？搞不好你的航空母的潜艇在这个地方。他现在跟你讲 ，man， 我们就直接这样整补，你根本连抓我都抓不到嘛。所以你说这个是冲着中国去掌握全世界港口而来的？当然是这样的。你看，事实上缅因号我们就讲嘛，它可以搭这个三叉戟的这个二型的这个飞弹，有24枚左右的这个三叉戟。它有洲际导弹。对，那这个原本就是你看，它可以搭载三种不同。这个当量的这个核弹头嘛，所以我们就讲，事实上它就是灭国神器。我们曾经讲过，它如果真的弹道飞弹全部打开，这个24枚的飞弹全部打往这个金正恩的话，北韩是被夷为平地的。所以这样一烧就可能毁灭这个所谓北韩的这个缅因号。它现在来到这个菲律宾海，已经我简单的来说了，原本它在关岛是第二岛链嘛，它现在往前进进入，它现在在第二岛链跟第一岛链之间，它到底会不会往前进，还是他真的没多久之后就会出现在镇海港出来？哇，那我觉得对中国的震撼力道，那的确是越来越巨大的一个状况。而且刚刚讲的，现在中国，美国是明着暗着全面的进行包围了。当然，我们就讲嘛，事实上这一次美国也是因为G7的会议里面来说，在广岛在这个地方，广岛这个地方呢，会横须贺的雷根号，为什么他要在佐世保？因为广岛离佐世保离广岛是相当近，而且这一次连泽伦斯基都来了嘛，所以他们显然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准备跟相关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两艘航空母舰来到这个地方，的确是为了要保护拜登，而且这是9年以来有第一次有所谓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来到佐世保基地，未来会不会变成常态？我相信中国应该非常非常注意，因为佐世保离中国实在是太近的一个基地了。好，那刚刚讲到的，所以这个全面包抄闪电航母，它不但是两大航母，对，它还有闪电航母，对，所以它最强的伯克级的攻驱逐舰也来了。我就讲嘛，事实上中国怎么会没有作为呢？中国很简单，它已经有作为了，它有4艘，包括说像解放军的动55型的这个拉萨号啦，动52D 的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贵阳号，动54A 的这个护卫舰枣庄号，还有动动
903A 的这个综合补给舰太湖号，他们其实就已经四月多就出发了。你看一下，这是日本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他们从四月底就开始已经穿越过对马海峡，所以为什么你看佐世保就在这个地方，就你们穿越对马海4月30号，然后穿越到5月6号来到这个地方，然后5月11号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之后就走了。为什么他要赶在5月11号？你这个G7门开会之前，我就要先绕你一圈，那你就哎，我也是有 guts 的，我这样四台，我先绕了你一圈，所以你绕过我的对马海峡。我的佐世保基地对就放了航空母舰，对你就不敢来了。当然啦、啊，你要我知道你要来，我当然先绕完，我4月30号就出就绕过去了，然后5月6号绕过这个中国海峡之后，然后往南走，哎、欸、就走了就离开了。所以他也说，哎、欸、我也绕了你一圈啊，我也是很有 guts 啊。问题是这样，美国根本就没在管你。那雷根号在这个地方，佐世保的这个空军基地里面来说，有尼米兹号，现在还有这个亚美利坚号，还有马金岛号。美国在光是在西太平洋就有4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地方，你把你这要怎么样？那你更不用讲，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缅因号也在海底，那你说只有一台缅因号吗？恐怕有更多缅因号、啊。所以我就讲，这美国就先有个报道，你看右岸的太平洋伸出来，美国的潜艇的眼睛紧盯着中国，所以他不是让你浮出水面就算了，对，他还让CNN进到你的所谓的维吉尼亚级的潜舰里面。对，没错，你看事实上CNN的报道里面来说，他讲四个海军的潜艇呢紧盯着中国。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讲目前为止，美国约莫一半的这个所谓可以搭载核弹头的这个核子的这个战略潜艇呢，其实一半都在西太平洋。那不止这样，还有核子的攻击潜艇，像这样他们登上就是这个维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潜艇，那就他就专门在猎杀包括说船舰啊，包括猎杀潜艇的这个，他们就在这边看。那像CNN的报道里面来说，你看美国讲得非常清楚嘛，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潜艇部队都在太平洋，49艘的攻击潜艇有25艘驻扎在太平洋，所以我就讲，不，25艘一半的攻击潜艇在这个地方，核子战略潜艇也有一半在这个地方，所以告诉你，美国现在已经把所有的核子武器、潜艇武器全部都放在西太平洋，这就是 CNN 派的画面。对，他的内部，对，没错，你看他还去看了他的这个弹药库嘛，他弹药库里面来说话，有非常多的鱼雷、战斧、弹仓都拍了。对，春秋大市场这拍出来干什么？而且这拍出来干什么？这拍出来其实要拍给中国看的，说，哎、欸，我们现在有一大堆这个核子攻击潜艇在这个地方啊，你不要太过畅秋啊，我们随时都可能浮出水面，看着你中国海军的这个任何动态。董事长，你说这次看到 G7， 不要看 G7 在说什么，你要看到美国在做什么。你不但是两艘航空母舰直接压在美国、中国的门口，更夸张的是，这个俄亥俄的潜舰让你浮出水面，然后透过超级海虫马来运补。你说这个是非常强的恶意，这是非常强的攻击性动作。我觉得这个潜舰浮出水面的这个动作啊，在这个海中运补这个 operation， 这个它这个战术行动啊。是非常这个威吓性非常特殊的一个行动。首先第一个，这个高难度操作，高难度，但是在海里面还有海浪啊，对，它怎么样能够垂直，能够垂直起降？哎，他说你要光要找到都不容易了，他那个定位就很困难了、啊，它运补了非常高难度的东西了、啊，然后那个海水是有很大的，那个海浪是不断在浮动中间的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你要知道。核子潜舰，它在全世界在巡弋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它除了回港以外，它很少有浮出水面的可能性。它基本上立中的任务嘛，它浮出水面干什么？因为核子潜舰，它可以永远不要在，它永远不需要在水上有任务的嘛。对，啊，所以说它这个浮出来的原因是干什么的？讲简单一点，就是说，你知道我来了吗？就所以他有把握老共或是说俄罗斯或是说敌军所有的侦察能力没有办法侦察到我这个核子潜舰已经在这个位置了，我才故意秀出来给你看，我已经到达，因为这个位置一定有意义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意义，对，它某一个意义里面军事上一定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可能是它的攻击点，或者它可能是拦截点，不知道是干什么，但是它不是莫名其妙，对，从海上找个地方碰就给你看一下。就他们有个海军将领讲，如果我的核子动力潜舰到你家的门口，你不是毫不知情，就是一筹莫展。这两个都会存在，因为很简单，绝对是毫不知情嘛。他如果知情，他怎么敢让你？他知情的他就走掉了嘛，对不对？他是让你知道说你没有能力能够征收到我的位置。对。然后第二个，我这个位置一定是特殊有意义的位置。或者某一个特殊条件，在我的军事作为上，让你有致命的威胁，否则我做这个干嘛呢？
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一个特殊，所以他当他做出这种动作来的时候，所以让中国本身，你要看到中国的潜舰，中国潜舰也在发展核子潜舰，但他的核子潜舰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灭，他的这个声音的控制能力很低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美军应该随时可以掌握中共的每一艘核子潜舰。在他所有的每一个全世界的每一个位置的行动，他们形容说中国的潜舰在海底下就像敲锣打鼓一样。所以声音是一个问题嘛？因为所以说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那他这个动作的目的当然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嘛。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做这种严重的警告？在 G7 的时候，他想给他。想要带来给中国什么样的讯号？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一定是 G7 这中间有他其他的一些的合作的意图，那这个合作意图是让中国所不爽的东西嘛？那我基本上认为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大国关注亚洲的关注度现在比以前要提高很多很多。然后其中他们谈到一个，这次有谈到的，就是台海的和平安全问题。那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重大主要议题了，而不是你中国所讲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个已经被全面推翻掉，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那他有什么？他不能光靠几个人开会嘴巴打个嘴炮讲啊？对，那我告诉你一下，如果你不接受我这个说法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玩意就来了，我的潜舰上面的核子武器，或是我的一些传统性的攻击力量，你就可以看得到，我就有能力打到什么程度。他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个的 deterrence， 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威慑力量，展现给解放军的当局知道，说他没有能力去阻挡这种事情发生。好，正好刚才讲的这个时刻，台湾也要进行了汉光演习。这汉光演习，你说这次非常特别，是美军顾问团来看我们汉光演习，不管是兵推或是任何的动作。是最多的一次，对，因为这次汉光兵推啊，39号兵推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要讲三次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首次把所有俄乌战争参数输入到这次汉光兵推，所有俄乌战争参数。因为你仔细去看，我回顾新闻，37号跟38号就是去年跟前年两次兵推都用纸上兵推，所以什么年代要纸上兵推？一般纸上兵推就是智库在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国军就有解释了，因为俄乌战争带来太多新的战争形态。无人机标枪、刺针啊，无人载具，各式各样的，还有那种战场 Uber 啊、Starlink 这些数据我们都没有嘛，所以这一次汉光兵推39号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开始以这样来做蓝图，我们来做所谓的汉光兵推啊。他讲说是5天4夜24小时不停的全程进行，所以说就回过头来变我们那个 JTOS 兵推，那这个 JTOS 兵推就是跟美军现役在做兵推系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可有趣的是，用美军的系统，对，跟美军系统是完全对接的。好，那这个东西就更有趣的事情是，发现我们这次的兵推有大量的老美啊跑过来。过去在汉光兵推的时候呢，都有外国人，和外国人大概10个人上下，就是美国退役的上将团啊，会有一组人来看。可这次的大概啦，粗略估计大概有70个人左右。哪里来的这么多70个人？除了原本的美国退役上将团10位之外，第二个还来了一群印太司令的军官团呐、啊，他是现役的军官哦。另外还有一组叫做什么汉光的美军教练团，因为这个兵队好像7月要进入到汉光军演，实战军演，对不对？老美那时候会派一组教官来直接教实战兵役，所以这些包含印太司令的军官团，就是现役印太司令的，还有未来的美军教官团哦，看了这个兵推，他们哦听说了汉光兵推的话，跟国军开了一个检讨会，好好的讨论一下未来要如何去加强。他们要干嘛？要你作战计划在7月来好好操演一下。那这个东西呢，在整个汉光兵推，我先跟大家讲，在这次电脑兵推，假定它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在夺岛的时候呢，是南北两端中国一起夺岛，它不是直接就是硬着头皮就选个地方，就南北夹击啊，南北两端。之前的 CSIS 说我二十七次攻击，24次从南部开始，这次不是，是南北夹击。对，我们今天开始把参数调得非常非常困难哦。那在南北夹击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雄二、雄三各式反舰飞弹会有出炉哦，包含这个各式鱼叉。到最后呢，我们在近海的时候会进行布雷。可是结论跟 CSIS 一模一样，我们的反舰飞弹不够，
我们的布雷舰不够，我们的这个火山布雷车也没有，所以在两南跟北同时都会被中国做进行到两栖登陆成功的状况。上来了。对，所以呢，美军呢在这个时候更加注意，就是我们的后备战力以及我们陆战打巷战能力做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在这次汉官兵推里面，其实坦白讲，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哦。现在只公布了一点点，在七月的实兵演练的时候呢。美军教官长就会针对刚刚那些兵队所有种种，要求阿兵哥实地操演一下。就美军把他那一套完全弄到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呈现一个，原来在大直有一个联合作战演训中心，这个联合作战演训中心里面有超级电脑，有大量的伺服器，可以连接个人电脑，而且看起来我们是跟美国直接连线的。是，我跟你讲，这就是所谓的 JTOS 系统。这个 JTOS 系统就跟美军是一模一样的系统。我们是直接把移植过来的。它里面呢是有一台超级电脑，内建36台伺服器，连接400部个人电脑。这400部个人电脑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它不模拟个400个作战单位的各个参谋，在个人电脑里面输入我的参数，在此时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干嘛干嘛，然后所有的400个等于作战单位会连接到这条超级电脑里面。那这台超级电脑其实就是所谓 JTOS 的这个所谓的运算核心，它还把所有参数灌进去之后呢，来跑出一个模拟的结果。那跟美国去做连线的原因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要让老美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状况，对不对？而且呢，它里面有23个兵棋软体，是什么意思？要隔开啊，我不跟陆军海军混在一起吧？我不能互相知道我们要干嘛吧？我总不能说在旁边，然后跟以前打 CS 一样，哎、欸，右边，要隔开吧？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是说，包含外部的电子讯号全部保密嘛。所以汉官兵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可是里面其实确实代表台湾跟现代化作战的对接的开始，这个很重要。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传讯息是，我们台湾居然跟菲律宾在巴士海峡共同演训。对，好，刚刚讲的是这种纸上啊电脑兵推，可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啊很多状况过去看不到，现在都开始。第一个啊，台菲两国海巡舰巴士海峡秘密联训啊，这个讯息呢现在传出来了。很有趣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台湾跟菲律宾中间这个巴士海峡是中国解放军要出第一岛链重要航道之一，北边公股，南边巴士。可是到底台湾跟菲律宾打起仗来要怎么守？谁来守？要怎么配合？哎，竟然开始实兵演训嘞！你看，台菲两国海巡舰巴士海峡秘密联训，那我们的理由叫什么？互传，互娱，这东西呢都 OK。可有趣的事情是哦，美菲之前不是肩并肩军演吗？肩并肩军演现在做出来的最新的讯息是什么？他们在肩并肩军演过程有什么大量的受伤的操演？换句话说，这个肩并肩军演不是单纯的打仗。他们是模拟到真正打仗后，你看有人受重伤后要怎么后送，要怎么急救，要怎么护送，这是一整套的军演嘛。所以连美菲也在为整个台海之间的战争哦，来去做准可能发生的冲突，来去做准备哦。走，之前我们就讲到华盛顿宣言，然后呢，今天俄亥俄的潜舰可以放在了镇海港，而且他们讲哦，他说我不是只有俄亥俄的潜舰哦。美国的军需物资，如果朝鲜蠢动的话，将会一批一批的来，所以不是有，就是很多都会来，而且可怕在哪里？哎，你说这个在釜山这个地方只是障眼法，对，最可怕的是在台湾，最可怕的是菲律宾，他其实都部署了，不但部署了，他我还怕你不知道，对，怎么怕你不知道？我干脆就把日本、韩国这些的潜艇指挥官，全部。让你参观潜艇，而且未来呢，美国在遏制所谓中国或者遏制北韩的时候，它最重要要用什么？要用核子武器，特别在这个釜山港这个地方，我的俄亥俄州级的这个潜水艇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呢，这是核武器呢，但是。你如果你后面没有人在保护你这个所谓核子动力潜艇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后面，它还有五艘攻击型的核子动力潜艇，还有五艘常驻在关岛这个地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你要出第一岛链的时候，我这五艘核子攻击舰，我可以攻击你。真的，如果你要靠近我这个釜山港的这一艘俄亥俄州潜艇，我可以派这五艘去攻击你。那美国目前，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个俄亥俄的已经是灭国神器了？讲俄亥俄上面所在的核弹头可以把整个北韩
平壤瞬间让它摧毁。对，结果这个只是一个象征，对，这只是一个目标，是后面还有五艘对一样的潜舰在后面。美国目前呢有68艘核潜舰，41艘是贵太平洋舰队所有，占美国的舰60%，所以等于是美国未来呢会用核子潜艇，包括说战略型的或是攻击型的，就放在这个地方，让你中国根本出不了第一岛链。而且我第一个时间，我觉得我可以攻击你的潜艇，我可以攻击你的船只，我而且我可以用灭国神器去摧毁你的国家。这就是美国在应对目前朝鲜局势还有中国局势的最新的想法。哎，是，你以前曾经讲过，一个俄亥俄的潜舰已经是灭国神器了，对，你放个5-6艘过来。对，所以你看美国最近的时候又放出了一个照片，我们知道不是刚签这个华盛顿宣言吗？就你看美国就丢出这个照片，你看这是韩联社发的，他说韩国、美国还有日本的潜艇指挥官上个月共同搭载这个美国的战略的这个核潜艇啊。你说在华盛顿宣言之前，对，美国、日本、韩国的指挥官已经参观过俄亥俄了。那这是4月18号，他们就去参观了。4月18号的时候，他们到哪个地方呢？是美这个所谓韩国还有日本呢，他们相关的潜艇的相关的司令，还有他们相关的这个操作人员，他们去造访关岛基地。那他们也搭上了俄亥俄州籍的，但是他不是他的代号叫缅因号，他们上去里面参观。那上去参观的时候，宝姐，你看这就是他们的合照。这是韩国的指挥官，那是美军的俄亥俄州这个缅因号的指挥官，然后这是日本的这个指挥官，那这是这个海军的少将，这个海军少将对当地美国的这个少将，他们一起拍照的这个照片。好，那除了这个拍照片之外，你看这是韩国的指挥官，他在听这个美军的简报，还在介绍怎么开怎么开怎么开，而且接下来这张照片最有意思了。这张照片就是海军的这个潜艇司令韩国的海军潜艇司令李守烈，他在开着这个就象征性的开着潜望镜，表示他来到这个地方，还让你碰潜望镜。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宝杰，那一次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军官登上缅因号或登上俄亥俄州籍这种作为战略灭国神器，不是第一次。但是呢，韩国是第一次。他们等于是第一次来到了美国的重中之重的灭国神器里面来参观，韩国第一次，对，第一次来参观，所以你说是美国第一次对韩国表达一个完全信任的态度，对，也就是说我真的让你看，我要因为我要布在你的这个基地里面，所以我要让你知道我这怎么弄，而且要做什么呢？未来搞不好呢，他们可以共同要合作操作这些潜艇，这又都有可能，所以你知道，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个动作啊！不是，那美国也太故意了吧？当然故意啊、哎！我不是嘴巴说说，我的指挥官都已经进到里面，而且我都已经让参观过，代表而且昨天还不是讲吗？现在在台湾，而且是日本跟韩国 C4ISIA， 等于说我的战场管理、战场地图、战场的指挥通信管理、控制，对，全部都是同一套。听说他们还参观了相关的这个战武器的相关的配置，我们就曾经讲过嘛，这所谓俄亥俄级的这个潜艇里面来说，它有所谓3叉戟的这个飞弹，然后它可以前面可以搭载作为战术的核弹头 W76-2 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就他们也看过了里面的相关的武器的相关的层次，那看所以就知道说，事实上这次美国刻意的释出这些照片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当然就告诉你美军已经来到这个地方，而且美军准备把这个核保护伞部署到西太平洋，甚至到韩国的国内的一个状况，而且哎。他们的潜艇大队的指挥官也完全不演了，也都浮上台面了，他就直接给你看，我就已经来到关岛，来到西太平洋这个地方。对，好，那我就讲，像美国目前为止来说话，你看他这个，这是朝鲜日报的中文版，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有 G7 吗？ G7 接下来一段时间在广岛开，广岛因为广岛距离釜山还蛮近的，所以他们准备第一次就在 G7 的时候，核潜艇就要开往朝鲜半岛，就要停在釜山港，所以这是第一次。所以就是说，他停在釜山港，对，因为拜登在广岛嘛，那我们停在釜山港很近啊，穿着核武装，而且他说会真的载着武器过去的哦，他会载什么？他会载，可能听说是满载24枚的这个3叉戟，那里面每枚可以有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弹头，大概有4枚，所以他等于说满载这个过去。在这个地方守护着你，而且我刚才讲嘛，在这个关岛这边还有5艘的所谓攻击的潜艇，所以等于是这一次呢，美国是做这个趁着这个 G7 的会议呢，第一次来到了釜山港，而且刚刚讲说，现在1枚的3叉戟配合那个导弹头，就可以把那个金正恩对他所有的设施对夷为平地了。对，我们就讲嘛，事实上你看。这个美国除了这个俄亥俄级的这个潜舰可能要到韩国去，我刚才不是说吗？他目前为止来说派了5艘，你看这是5艘什么？
洛杉矶级的这个里面的就五艘这个快速攻击舰。快速攻击舰你要做什么呢？它其实没有办法搭载所谓的核弹头，但它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你看它有什么这个反潜的鱼雷啦，还有包括说像可以有战斧飞弹的发射系统，还有鱼叉飞弹。所以有 MK 鱼雷耶，对，所以它就是 MK48 很可怕。对，所以它做什么？它做的就是哦，攻击你。如果真的假设这一艘船在这个地方，你要攻击我的话，我就潜进过去，可以把你的这个你的潜水艇要攻击我的，还有包括说你的这个船只要攻击我，我全部都可以把你打掉。因为在环太平洋军演里面曾经做过一个炸船的演练，炸船演练我从上到下狂轰滥炸，对，那个派里奇的潜舰其实存在的哦，是，最后把它真的打成的就是 MK 四十八的反潜鱼雷，对，就这个反潜鱼雷。目前，中国的战舰没有一艘抵挡得了的。对，所以呢，他就你说你有空中巨子嘞，我用海底这样子靠近你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美国是这样子，所以呢，现在美国越来越不演了。除了之前呢，他可能在他现在已经要公开的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釜山港去。之前不是有在二海二级的内华达曾经在停在关岛，你看这次缅因好有趣的，所以到底有几艘在这个地方，大家不知道。那你看这个美国之前的这个案，这个所谓国家研究中心就说，我们可以把100多头核弹头放在你的家门口，但你却浑然不知。现在中国就是感受到这个压力，所以这样我不是讲吗？这一次何等重要的核子武器来到了南韩、中国、朝鲜还有俄罗斯，这一次连话都不敢说。而且，系统。我听你讲一个，我才恍然大悟。你说在这个地方，你放在釜山或者放在镇海港，那有点宣示的作用，因为那个海水没有很深。是，你其实潜舰进进出出很容易被发现。可你说，居然全世界，你以前是空军的，你对这个海路也非常熟悉。你说居然台湾最好，这个附近，对，最好的潜舰基地是，竟然在我们的苏澳。包括我们看这张图，因为你只要一离开苏澳，是，马上进到深水区。你只要一离开苏澳港，你完全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了。没错，事实上在中国的战略思考里面也是这样。他们拿下台湾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有苏澳港。苏澳港这边呢，整个潜舰在这个地方一下去之后，它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一路开到美国去，它都没有人会发现，因为这边的海是相当的深，你根本就察觉不了。你说我一出去就6000公尺了。对，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国军也是在苏澳港有布满了非常多的武器。这是苏澳港，苏澳港其实非常有意思哦。你看它旁边有山在把它围住，它的港口在里面，所以它其实是易守难攻的一个港口哦。好，那里面来说，目前我们说包括基隆级的这个驱逐舰，然后包括说像诺克斯级的这个巡防舰、派里级的巡防舰，还有基德级的驱逐舰，我们目前为止全部的重心都摆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很担心说，真的中国侵略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攻击这个所谓的苏澳军港。那我们知道这个港口呢，如果美军未来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呢，如果假设它停到这附近呢，所以要跟大家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未来可能的发展。好，那另外就是你要特别注意是，现在昨天讲的 MQ9 提前弄到台湾。MQ9 你说最关键就是当 MQ9 来了以后，我们跟美国的星链、跟美国的卫星、跟美国的所有的指挥系统，就代表全部连上线了。没错，我们 MQ9 来说的话，2025年会完成合约嘛？那有4架 MQ9 的无人机，还有2座的这个地面控制站。那未来地面控制站，对，那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呢？就是让它的这个所谓接收范围会更加宽广。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主要当然是要跟美国的指挥通信系统完全连接上？我们知道，其实我们 F16V 里面就有所谓 Link 16。那个虽然是可以连接上的，但是如果你还有 MQ9 的话，可以把更多的资料完全上链。那为什么要上链？那美军在这个地方来说，在以我们台湾附近来说的话，它关岛有非常多基地，然后在这个南韩这个地方有所谓的萨德系统，在台湾有乐山雷达，在日本还有非常多雷达。如果透过这些所谓的 Link 16啦，或者说 MQ9 这些，把完全的资料链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这个对台湾的作战能力、情报能力更加提升嘛。所以鲁德就说嘛，他说其实要让台美两个军事能够共同操作同一个系统，要共同作战，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卖给我们 MQ9 最大的原因。赵，我们知道，现在在西太平洋，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对决的其实非常紧张，可是从奥斯汀讲也太可怕了。第一个，现在美国要进入到它有史以来最高的整个的军事预算，美国军事预算已经全世界最高的，它现在还要更多。另外是奥斯汀讲，我现在要加大在太平洋的投资部位，要扩大的演习规模，我要再造9艘战舰，我要投资潜舰，我还有2艘维吉尼亚的这个攻击潜舰。哇，这钱很可怕。对，所以他一次要多少钱？要25.6兆台币啊。对，现在状况是这样，因为这次要太多太多的钱了，所以大家都要去国会讲清楚，说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钱，对不对？奥斯汀美国国防部部长讲很清楚，他说我要连续新建9艘战舰，
还要盖潜舰基地，还要买维吉尼亚级的攻击潜舰，还有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潜舰，还有急速武器啊，扩大美国国防生产工业等等之类的。所以请给我25兆。所以对于美国潜舰已经够多了，潜舰已经够强了，还要再加强。对，所以这是奥斯汀的讲法。可是密利的讲法是更夸张，密利更赤裸。密利直接说什么？密利说啊，没办法，这是美国首次同时要面对两个拥有核弹的国家的威胁，中国跟俄罗斯。对，简单讲，秘密讲白话文嘛，我们一次打两个嘛，你千万给多一点，以前打一个，现在打两个嘛。而且秘密说，这25.6兆台币的经费是要确保美国部队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军队。他特别给个最具杀伤力，对他特别给个指标，什么叫指标呢？60%的现役部队可以在30天之内打仗。10%的现役部队可以在96小时之内打仗，96小时其实就是4天的状况。可问题是哦，美军现在是140万的美军哦，你要知道10%可以在4天之内打仗，就是14万的军力。美军可以在96小时之内动，那这非常非常夸张。就是我们刚刚一路讨论下，即便台海战役打响，4天之内10几万的美军可以投入这个战场，是非常非常快的状况嘛。而且呢，美军还有一支军队，或者说一批军力哦，是随时处在24小时待命的，而且就在我们台湾的周遭，现在就等准备打仗。是什么东西？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右边这个电视墙是随时哦，美军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这个各大这个航空母舰啊，这个各大军舰的这个的位置图啊。现在刚谈嘛，台海不是很危机吗？蔡英文去美国嘛，随时要盯紧中国，对不对？拍摄，我们现在周遭四艘航空母舰都在这边，尼米兹在韩国的釜山港，雷根号在这个所谓的横须贺港，马金岛跟美利坚号，这是两栖都是闪电航母啦，在日本海的附近。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东边雷根号、美利坚号、尼米兹号，还有这个所谓的马金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驱逐舰，对，马金号的闪电航母也都在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台湾周遭在整个台湾北方是有4艘航空母舰群在这边去做 standby。请问你老共如果动的话，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动？随时可以动。这就是我刚谈的，60%的现役部队是在30天内打仗，10%是在96小时之内打仗。然后呢，有4艘航空母舰是随时准备打仗，就在这边，我盯着北韩，盯着所谓中国，看你要搞什么东西嘛。所以呢，现在呢，对于他们来说，我光是在这边是不够。共同社刚刚报道独家，下周美国、日本、韩国要去做军演。下周为什么军演？就是蔡英文的整个访团哦，最热烈的时候啦，要回到洛杉矶的时候啦。有这么紧张吗？对，要去见出去过了吗？不是啦，因为首站纽约哦，纽约旁边要的小咖，真的大咖是到洛杉矶的时候，对不对？麦肯锡。对，见到麦肯锡的时候，怕老共搞些怪招嘛。所以美国、日本、韩国共同社报道，下周要军演，就在这边，然后在整个北台湾，台湾的北边，所以呢，这个非常非常热闹。所以刚刚宝杰哥你开场说的对，我们马照跑，舞照跳，但是其实很危机。好，体会，我本以为我过得太平岁月，我每天过得快乐的日子，就刚讲，旁边现在全部警戒。第一个刚刚讲台湾的特战部队、台湾的警备部队全部全面警戒。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台湾周遭居然4艘航空母舰在随时待命，还有美军现在印太司令部的所谓的情报中心，全部从卫星到无人机到所有东西，全面在监控这个区域范围，有这么严重吗？哎呦，今天黄鸿章讲说，原来你进到台湾海峡，哎，我不是只有说我有200公里、100公里台湾海峡牵线，是我台湾海峡的周边水很浅，水很浅，你重型船是进不来，重型船不进来，你要换成前那个艇换艇。第二个是，我没有想到消波块这么有用。其实他要讲的意思就是，黄鸿章要讲的意思是说，台湾其实附近来讲的话，中共他是没有所谓的登陆作战的能力，他要讲的是这个概念。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他现在为什么？现在因为佩洛西上一次佩洛西到台湾来的事情，让他们现在来讲的话脸拉不下来，他们一定要做一些动作。在蔡英文见到麦卡锡的时候，他们下不了台，他们下不了台。那个中国人就是死要面子。不过我们有一个人质在那边，就马英九不在那边吗？就把他抓起来就好了，不是吗？但问题是说，他干了不会这么干了。他就是如果说真的要侵台的话，为什么这几天来讲的话，美军都注意到一个动态，就是说中共的军事演习哦，在南海没有错，高达38天，这是不寻常的事情。然后他会不会随时演习？他在南海38天军事演习，38天军演，但是这个，因为他可能会配合到
美国跟菲律宾在四月中开始的肩并肩演习，而那个肩并肩演习的话，有17600多名的士兵会参加，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但是刚刚郑浩有提到了，美国周边都在备战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天来讲的话，你看到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不管是空军的这个司令官，或者是海军司令官，任何的所有司令官都讲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已经准备好应战了。那什么意思呢？他就在怕说蔡英文到美国访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共解放军不知道搞什么鬼，故意给你弄一个小规模的什么冲突，或是小规模的一个战争，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所以他们一直在吓阻解放军说，你不要轻举妄动，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一直在讲说已经做好准备的原因在这里。那不要小看哦，因为美军在日本，中国真的敢蠢动吗？这个因为，但是美军在日本有五万多名，在这个朝鲜半岛有3万多名，那整个在印太地区来讲的话，印太司令部所管辖30多万多名的，等于说在美军当中是最大规模的这个镇压在这个地方。刚刚也看到这个两个航母作战群，两栖作战群，全部都在这边。那在这里来讲的话，强大的压力压着解放军，他也喘不过气来。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当然解放军很想给蔡英文一个教训了，但是问题是说，他现在美国大军压阵的话，反而还可以避免这个战争的发生。所以，那刚刚我们刚刚提到还有个人质在对岸，不，你说解放军真的很想给蔡英文教训，是很想给他教训哦。但是问题是，他找不到借口。小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低调，你看低调，但是美国一直在高调，是美国要高调的，但是小英一直在低调。那问题是说那个比如说记者会的事情，延后为什么要延后，或者是取消？这一定是跟当中是有很多因素的。那劳工现在是走一步算一步，因为他在推敲说，到底你要用什么方式见麦卡锡？你是用高调的方式？那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你麦卡锡本来是规划4月是要来台湾的，现在小英是为了避免你来了之后引爆了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冲突，所以人过去了，人家在美国的领土境内去见他的国会议长，这个也不行。那你如果说还要再出兵的话，那真的是，我说真的，这个已经说不过去了。所以现在老美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用大军压阵的方式，避免你蠢蠢欲动。但是如果你真的敢动的话，不好意思，台湾跟美国这边已经做好准备了。